尽在运通。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萧川老师，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十月的一开始，那结果台北股市呢还在跌。好，我们稍微看一下，今天这个指数早盘开低151点之后稍微有点反弹，弹到平盘，慢慢的又有一些卖压了。那预计这个下影线应该照理说是有机会是流出来了，可是我们会发现到整个不要说九月八月中旬之后就一路跌，然后九月又再跌，到现在为止到底是个盘有没有机会止跌？好，到底这个盘要怎么去看？好，我们先来看。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天，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嘛，礼拜一这两天的时间里面，其实有些个股他们已经开始慢慢有一些各自反弹的空间了。好，你会发现有些个股已经不随着盘势跌哦，它已经开始要反弹。然后呢，上个礼拜五开始的时候呢，比方说 IC 设计的股票，有些股票呢也开始呢出现了反弹，好，所以呢照这个时间点照理说个股表现的空间应该开始要出来了，好，那个股的部分我待会再来跟各位去解说。好，我们还是先来看盘啦，因为如果说这个盘一直跌跌不休的话，反弹要谈到哪里去？个股也谈不得高嘛，对不对？所以呢盘势到底该怎么去走，好，慢慢来研判啦。好，整个指数呢你会发现到今天还在跌，可是呢，我记得我在九月十四号的时候，我跟他讲哈，这个盘如果说真的要涨的话，应该再会延到十月。好，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我有跟各位讲哦，我认为十月是有机会的。啊，当然你会说啊，老师，今天十月一号，今天十月的一开始啊，这盘还在跌。对，我跟大家讲哈，十月到底什么时候要谈？我今天测标有写，我预计下周的机会很大。好，为什么说下周？因为以这周来看呢，因为，这个礼拜过完要过三天的连假嘛，就是双十假期嘛，对不对？那假期之前呢，我觉得这个盘也先不用急着涨，好，有时候长假之前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震荡的，那算合理的。那为什么我说下个礼拜？因为下个礼拜的13号要公布 CPI 指数，那到底这个指数公布出来之后，有没有机会让这个盘出现止稳的迹象，然后十月出现反弹？我们慢慢来看哈，我们来仔细看，台北股市今天为什么又在跌呢？因为美国股市礼拜五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还在跌，但道琼在创低点，高科技股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好，那美股为什么跌？我跟你讲，都是同样的问题啦，什么通膨啦，会不会有经济衰退的疑虑啦，造成这些东西，到目前为止股市都受这个影响。好，可是呢，我上礼拜我跟各位讲你注意看因为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这一波最高的时候呢已经来到4了，然后来到4之后呢它出现压低嘛，好，当天呢我记得在前两天的时候跌了 5% 多，可是你会发现跌了 5% 多之后它没有再跌啊，从上个礼拜五到上个礼拜四到上个礼拜五都是小涨，礼拜五的时候呢小涨 0.9% 了，来到 3.83 左右。好，那你会发现到公债殖利率呢这波上来之后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市场都会认为说那个后面还要再升三码了，我上礼拜有跟他讲，我认为升三码的几率还算蛮高了，那就算说后面有一些讯息让你看到可能会升两码，我还是希望他升三码了。为什么？因为这次升完就不会再有了了，好，不要再搞东搞西了，那很烦了，好，所以希望说11月份你就是升三码。好，那各位我们仔细看，如果11月份升三码会怎么走，好，这东西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我跟他讲过，你会发现到升两码的时候呢，那时候升两码的时候呢，那时候创新高嘛，第一次升三码的时候呢他又在创新高嘛，第二次升三码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呢公债殖利率就没有再走高了。可是呢到了九月份，到了那个八月份的应该说九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公债殖利率呢它还是一路在走高，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市场就认为说那时候这段走势里面当初市场是认为说搞不好会升四嘛，所以公债殖利率跌不下去。那结果呢最后的答案呢是升三码嘛。我记得升三码的那个时间点跟前面这个升三码的时间点那个位置差不了多少。好，差不了多少。那如果说我们依照过去历史里面来看每次升完息之后呢公债殖利率就应该要下跌，
可是呢，来到这里你会觉得很奇怪，公债殖利率跌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十一月份大家都认为说还要再升三嘛，好，所以呢，公债殖利率呢在上一次啊升息完之后呢就在创高，可是创高之后呢，我上礼拜我跟大家讲，我认为公债殖利率照理说了吼，这个地方应该开始要去走区间，好，要去走区间，好，因为每次公债殖利率呢，当它在走高的时候啊，股市都会有压嘛，股市都会有压嘛，好，所以你会发现呢、啊，为什么美股呢在这地方呢还没有办法涨上去，是因为公债殖利率这几天在走区间嘛，它还没有跌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从过去历史来看，你一定要公债殖利率跌下来，你盘才会上去啊。那现在就重点就是说，它会不会跌下来？有没有机会让它跌下来？好，那我车标有写啊，下个礼拜机会会比较大。好，原因到底在哪里？好，我们来仔细看哈。现在重点是这里啊，有没有机会让它跌啊？对不对？那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我跟他讲嘛，如果说十一月份再升三嘛，那就最后一次了啦。好，那就最后一次了啦。好，所以最后一次呢，接下来的公债殖利率呢，它就会开始出现大跌。为什么？因为你从整个联准会的利率点状图来看，它到年底看起来好像还有机会升五码的机会嘛。好，那当然这中间如果说，你那个通膨呢出现大幅的降温，那才有机会去升两码。好，我说了哈，我们不要去管它升两码的问题，就升三码了。好，因为你这是最后一次嘛。好，因为到年底可能升五码嘛，那到明年呢，可能升息的幅度就不大了。然后呢，到后年呢，它就会降息，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很多那种联准会官员出来谈话，他们都跟你讲啊，还是要升息啊，而且利率要维持在一个一定的水准一段期间嘛。好，所以呢，这就是因为利率点状图告诉我们说，到明年升息的幅度就不会太大了。后年会降息嘛，所以呢，它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但是呢，如果这次升三码之后，我就说嘛，最后一次啦。依照过去历史来看，公债殖利率就应该要大跌，对不对？可是有没有机会说啊，公债殖利率能不能出现先跌的现象？因为礼拜五的时候我跟他讲啊，因为你这次在反映啊，公债殖利率在上涨的时候，他都在反映说啊，你十一月还会升三码，啊，你十一月还会升三码，所以我认为啊，这已经在反映这个东西了啦。这个市场已经都在反映了，那只是说有没有机会说，让这个盘能够提早说啊，比较明显的反弹，就是说不要说啊，等到公债殖利率啊，真的十一月升完息之后呢，它跌下来，然后股市再来谈，有没有机会呢？这个地方啊，出现先反弹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利空会不会提早先出尽？好，我们来看哈，这重点呢，我刚刚说过嘛，下个礼拜的十三号要公布 CPI， 好。CPI 的指数呢，通常都跟物价啦，或是一些原物料有关呐、啊。那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啊，跟油价也是息息相关嘛。到了礼拜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油价还在跌，跌 0.6% 了哈，收在87.9。那也就是说，你九月份呢、啊，整个油价的均价现在是破90哦，好破90。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嘛，你油价如果说要出现转强，让 CPI 下不来的话。他要站上前高958嘛，那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啊，对不对？都没有了哈。所以呢，从五六月到七月，到八月到九月，整个油价已经跌了大半年了，是不是？那现在整个均价都往下嘛，所以照理说啊，下个礼拜公布的 CPI 是有机会下跌的，好，是有机会下跌的。好，为什么？前一次呢，八月份的时候呢，因为油价也有跌嘛，那时候 CPI 没有完全跌下来。我认为应该是跟天然气有关呐、啊，好，因为天然气那时候呢还在高档区嘛，均价在 8.8， 可是到九月份的时候呢，天然气呢已经跌下来了，到礼拜五的时候呢还跌了 1.5% 嘛，到现在呢天然气的均价在 7.62， 所以如果说你从天然气跟油价的表现来看，我认为下个礼拜啊 ，CPI 指数公布下来，照理说应该就会跌下来，好，应该会跌下来，好。如果说 CPI 指数跌下来，让我们看到说，通膨有降温的迹象的话，我跟大家讲哈，那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它就上不去了，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你会发现到啊，在哪？在这里，好，注意看哈，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先大跌嘛，来到四之后大跌嘛，然后呢稍微小反弹两天嘛，因为这几天看起来，好像那因为公布那个什么。处理失业救济金人数嘛，处理失业救济金人数，好像
比预期还来得好，而且还创这几年的新低，这样代表说你就业市场还不错，对不对？那这个礼拜呢会公布那个失业人数啦，那所以呢照理说了，应该失业人数也不会太差啦，所以呢这地方大家市场都认为说啊，你后面还要再升三嘛。可是呢如果说你 CPI 指数下跌，大家看到说哎，整个通膨下来了，好了，就算你升三嘛，大家都认为那应该都最后一次，那一定是最后一次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到时候要再飙高的几率就不大哦。可是我今天策标上面有写一个重点，我就说反弹的讯号到底在哪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破 3.68。 好，什么意思？你注意看齁，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是 3.83 啊，好 ,3.83, 好，最近在那边走区间嘛。那为什么我说是，我们再看一下侧标，我写多少 ?3.68, 为什么是 3.68? 因为最近这几天的区间的低点呢、啊、它就在 3.68。 礼拜五的时候最低也是来到 3.68。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啊、它就维持一个区间嘛。那我们说过、啊、只要公债殖利率呢它涨不上去，只要稍微跌下来股市就会弹嘛，对不对？所以呢下个礼拜的 CPI 指数很重要，只要 CPI 呢出现下降的话，你公债殖利率它就上不去了。啊，你一上不去，因为你好，我们先不管那个 CPI 指数，就算你到11月份都没有公布什么 CPI 的话，你公债殖利率就是维持区间了、啊、因为你已经是 在反映11月升三码嘛。那如果说你 CPI 指数一公布下来又是跌的话，你这个公债殖利率一破前面的低点 3.68 左右，这一破的话代表说它已经见高点了，有没有？如果公债殖利率一见高点它出现下跌，那你不用讲了，你11月就算你升三码好了，升完之后你还是要跌，而且那个跌幅会更大，因为明年没有再升三码了，是不是？12月也不会再升三码嘛。所以呢这个地方只要破前低 3.68，我跟你讲、哦、那个就是股市上涨的时候。我所谓的反弹不是说弹一两天哦，所以我预计啊，台北股市在十月份原本就预计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反弹攻击波嘛，对不对？那时间点会落在哪里？应该落在下个礼拜，大概礼拜三左右。好，礼拜三左右。好，所以呢重点在哪里？台北股市让我们看到啊，指数最近呢、啊、哎，让你看到哎，就开始在那边了、啊、好像低点要破不破，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到哦，上柜指数已经好几天没有破低点了。那我们刚刚说过啊，台股到现在为止，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你会发现到、啊、很多个股它已经开始跌不下去了，它已经开始各自反弹了。好，那各位你注意看啊、哦，我们不是去讲那个小股票了哈、哦，这个时间点你也不要去做那些小股票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个股呢，直优的个股从高价已经跌到中价了啦，有些个股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已经进入投资价值了。你注意看嘛。上礼拜五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欸、，IC 设计已经连续有些个股出现反弹。好，你来看哈，有没有？让你看到低点之后马上弹起来。礼拜五我有问大家，你看到那个指数空间不是很大？那我问你啊，这里叫你买股票，你愿不愿意？啊，盘还没有止跌啊，我不敢买，不敢买，对不对？好，好，你不敢买哈，那我问你啊，啊，不敢买，叫你卖，你卖不卖？你也不敢卖啊。为什么？你怕卖到低点呢、啊？是不是？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到有些个股让你看到低点，你去卖，结果你还真卖到低点哦，不是一档两档哦。你看有没有有些股票是不是这样？你看普瑞，前几天还看到低点哦，光是今天一根红棒，已经差不多把前面三天啊你卖掉的人啊，通通吃回来。很多个股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有些股票已经开始慢慢在动了嘛，比方说预创。礼拜五让你看到低点啦、啊、结果开低走高之后呢，今天一弹起来，这一弹起来已经接近差不多这一段期间里面你卖股票的，你没有逃到便宜哦，更不用讲说你去放空啊。茂达也是一样啊，有没有啊？想说创破断低点卖一卖，卖一卖，卖一卖，这两天又回来，有没有？很多股票都这样子啊，是不是都开始出现反弹？那如果说有些反弹的力道稍微强一点的话，就像这个嘛，你看嘛，这类型的个股一弹起来，弹两天而已哦，就已经把前面什么，你几乎在9月21日开始卖股票的，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讨到便宜。卖掉之后觉得啊，好轻松，你看还有低点，还有低点，还有低点，还有低点。不过弹个两天之后呢，几乎把前面两个礼拜啊卖掉的人呢、啊，全部都吃掉，有没有？这类型的个股，你看。
今天宏观也是一样嘛，一稍微拉起来，那个弹的速度会很快哦。所以呢，让你看到啊，前面差不多一个礼拜你卖掉了，到现在为止你讨不到便宜啊。所以啊，叫你买你不敢买，啊，叫你卖呢，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敢了。为什么？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我们就给麻烦呢，对不对？而且我预计啊，下个礼拜的反弹不是那种小反弹啊，现在就看了公债殖利率啊。能不能破 3.68 嘛？因为你 3.68 这个位置去一跌破的话，代表说，我们上礼拜有跟他讲啊，你看这一次啊，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它为什么会飙升？你看哈，这里升三码，大家都预期，升完三码就跌下来，第二次再升三码，大家认为说应该就最后一次，有没有？大家认为7月24号应该是最后一次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间点呢、啊，公债殖利率它就已经上不去了，大家都认为最后一次它上不去了，结果就开始跌下来嘛。所以那时候在七月份到八月上旬这一段，我就跟大家讲说，美国股市这边我一定会弹的啦，因为你公债殖利率跌下来，哎，真的弹啊，你看嘛，真的弹啊。前面那一段是不是有真的弹起来，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啊，怎么搞的？八月差不多中旬之后呢，美国股市会下跌，那是因为什么？后面又开始跟你炒作说，哎，好像还有三码的机会哦，对不对？甚至于这一段的时候啊，公债殖利率在涨的时候，大家认为说，搞不好还是升四码，结果答案是三码嘛，对不对？所以公债殖利率跌不下来。照理说了，9月21号这一次升完三码之后，公债殖利率就要跌下来。结果现在在看到说，哎，怎么搞的？会议记录出来之后啊，后面这两个月要升五码，我就说啊，好，没关系嘛。干脆你11月再升三码嘛，公债殖利率跌不下来，原因是因为还会再升三码。可是我刚刚就讲了，再给你升三码好了，因为你现在已经反应了嘛，提前反应了嘛，你会发现啊，最近公债殖利率已经没有再继续再冲高了，但是因为后面有一个三码的问题，它就维持什么，维持一个区间了。但是这个区间盘局啊，就像我说的，下个礼拜它只要破 3.68， 那代表说这个地方的高点它已经出现了了。就代表说你反应升息的那个利空啊，他已经提早反应了。所以我预计啊，下个礼拜最好这么说啦齁，如果 CPI 真的跌下来，公债殖利率它一定跌。啊，你公债殖利率跌下来的话，全国股市会大反弹啊。那一反弹起来，有些股票就会像这样子啊，速度会很快。真的啊，那速度会很快啊。有些个股就让你看到它跌不下去了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到，哎，奇怪，有些股票你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你去卖的讨不到便宜啊，啊，更不用讲你去空的，而且你空那个资金要几乎是一张的钱，现股的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钱啊，你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钱啊？空也空不多了，好，所以我倒认为啊，台北股市下个礼拜那个反弹的机会会开始出来，所以呢，整个盘是从九月中我们预计10月份应该是一个反弹攻击波，到现在为止来看，下个礼拜是关键，好不好？那当然了，个股的问题哈。当然，如果说有这个机会出来的时候，我是建议各位啊，个股的部分你就不要放弃哦，因为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到啊，真的很多个股的到这个时间点已经开始它出现各自反弹的空间了，尤其这两天你会发现，哎，怎么搞的 IC 设计的股票都跌不太下去了，有些开始出现反弹嘛，对不对？好，重点是你现在要怎么进场？当然我说进场可能有些人还是怕了，但是我是建议各位啊，这个时间点你就稍微用酌量的方式啊，稍微去做低阶啦，买个几张你也不会损失到哪里去啊。欸，搞不好真的一起来的时候那速度会很快哦。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好，上礼拜我就跟大家讲了，这个时间点我知道大家都没有信心啊。我九月一直跌啊，真的九月一直跌啊，连法人那个买那个期货的多单也是一样，到现在为止啊，真的是法人输更惨。可是我倒认为啊，当下个礼拜有机会反弹的时候，有些个股在这个地方啊，反而它是一个低点，可是你要用什么样的观念去思考？当然，很多人会想说啊，我不要做了，我不要做了。反正每次盘跌下来都是这样子想了，啊，把钱去放定存，你只有1%多、哦。所以呢，我上礼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台北股市要涨，指标就是联电跟台积电嘛，对不对？啊，当然联电、台积电，我用联电的角度里面来看嘛，我说因为大家资金不是很多嘛，你从联电的角度里面，你可以发现到啊。跑去哪？在这，去年配3块嘛，
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呢、哦，他今年营收每个月都是一路成长啊，那再表示说，哎，明年配息他不会只配3块哦。好，我就当你还是配3块好了。但是当你股价跌下来，你那个配息的那个数字一直在分子上面嘛。但是你现在分母的是股价跌下来嘛，所以呢，你整个股息殖利率呢，我上礼拜跟他讲，现在已经开始8%了嘛。当这两天它跌下来之后呢，它的股息殖利率已经超过8.5%了。那我问你啊，啊，你现在剩下的一些资金，你去放定存1%多了。那这些股票呢？当股价跌下来，股息殖利率已经高达8%多了。但有人会说啊，老师，那我去存那个美元定存啊，有没有？我们刚说什么？明年不会再，明年升息不会再3码。你公债殖利率在这个地方啊，11月就算你升完3码之后，你就要开始跌了。啊，明年也没有再升3码。那公债殖利率是跟什么一起走？跟美元是一起走的。你注意看了、啊、哈，美元最近也上不去了嘛，对不对？代表说你这个时间点你去放，你说好把它换成美元去当做什么美元定存，哎，后面美元会跌，明后年会跌。为什么讲到明后年？因为你现在去放美元定存大概是3%左右了，你这个3%你要放2年以后你才能真的实质领到这3%了。可是当你领到之后呢，后面也不会升息了，你公债殖利率跌下来，其实你根本逃不到便宜。所以你现在回想来看啊，股息殖利率比较高的股票有低点的时候，反而这地方可以让你赚股息，搞不好那个价差空间更大，懂我意思啊？所以呢，有些个股在这个时间点，我就说嘛，如果你掌握不到的，有些股票在这个时间齁，那个股息殖利率很高的股票齁，千万不要放弃。正常有低点你就稍微接一点啦、啊。8%、欸、你要去放定存只有1%多、欸、你放美元有3%是比较多了，但是你要放个2年多以后啊，你才真的有3%啦。等到你放到你到那3%的时候啊，美元已经跌下来了，所以你现在讨不到便宜。所以这个时间点我是建议各位啊，有些股息殖利率比较高的股票，而且在低档，在这个时间点呢已经开始慢慢要走扩底的时候，开始要去做低阶哦。像这档个股啊，现在本益比只有3倍多、啊、股息殖利率高达 12.8% 左右。所以我认为有些个股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哎，怎么搞的？法人面已经开始慢慢低阶，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股息殖利率，懂我意思吧？所以呢，有些股票要开始进场了，好吧？讲很多了啦，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24小时帮您解盘。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专业、智慧、经验、负责，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运达投顾真心照顾。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爸爸，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
好，欢迎到现场哈。九月份呢，台股跌跌不休，那十月份到底有没有机会哈？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哈，下周走反弹的几率大。那整个理论架构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哈，因为下个礼拜 CPI 公布出来，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很有机会就破 3.68。那这一跌下来代表说，这一波啊，公债殖利率去反映十一月份的升息已经提早反映了。好，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有些个股已经开始跌不太下去了。那我是建议各位啊，你从股息殖利率这个角度里面开始去做低阶。好，这对你而言呢、啊，后面不止赚股息，还会赚什么？赚那个价差，那个快速反弹的那个利润，好吧？如果说你今天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很欢迎各位跟着一起来，好吧？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订阅运通财经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走到哪儿看到哪儿。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现在就扫 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专业智慧经验负责，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运达投顾真心照顾，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各位观众，以下都是真实拍摄台湾桌球选手邱碧阳挑战绕过杯子管电脑，向大人输球节电的重要性。球路有进入绕过杯子。接下来是年仅20岁的台湾羽球国手洪之天。